大家好，很高兴认识大家哈。不简单啊哈，来南部，苗公叫老师听做派人，人情感好。好啊，要求过，要求过。你坏人你，大家都坏人了。对哈，江老师是从中部来的哈，我感觉起来哈，咱南部要爱唱歌，我朋友大家拢唱好唱。比中国风的欢庆歌更好，真的哈，这美的想念。可是呢，这个这么好的空间，这么好的音响效果，大家我觉得大家上来都好像在炫技一样，唱歌都必亮球，哦，拢尽量把恁的教唱老师教的技巧给唱出来。我有听见一挂歌，该升的所在，你不要整首歌都飙得很用力。你就是重于技巧化的情感表达，哦，一挂赛场的老手哦，唱歌都真有名，哦，因为一挂后起之秀，大家都做高手的，啊，大家做高手的安怎？越惊的时阵嘞，安全牌就拍出来，哦，大家后起，后起之秀，看大家都做厉害，啊，一挂歌吼，大家都唱了做好的，哦，你讲叫张老师起来讲片。但是我叫我表演，我都我对对谁我唔敢唱啊！你都足好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卖惊哦，上来要引咎于在这个舞台上面哈、哦，不要重于技巧哦。你个音量控制、尾音的曲能都足重要哦。该大声的时阵，该大声；该细声的时阵，细声。那卖每一句拢变大声，画面的层次就跑掉了哦。因为像才艺老师他唱的歌，每一句都有白观音，有啊无？无嘛。那个层次要出来，那你在每一句要唱变大声，该声的所在，该感觉要细声。是啊，你在大声。该快乐，该快乐。该快乐。哎，就一首歌，咱的前辈洪一宏老师唱的歌，应该大家拢捌听过，《思慕人》，要求我。你来示范一下，你来示范一下。稳摸没嘎，有的人呢只是唱歌词啊。我们收音很重要，我收音的，我有听到好多选手呢，都收音的时候气不足，都用喉音在推，用喉音在补强，变成抖音很严重。我们气不足呢，你的抖音就形成了。那你收音，不可能说你一点有抖音，不是说抖音才叫做收音的哈，那什么，那给他剪啊的话。我们丹田的气不要放，不可能有抖音，对不对？老师示范一下，啊。选手哦，这个是要这个收音的方式稍微改变一下。哦，啊，大家拢做高手啦，就然后挥手，拢老师拍了，拢差几十秒就是几厘米的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我嘛袂使做歹人，我等下我无在等下我用过吼，啊，这喵嘛足要求过的，叫我起来做歹人啦，我无啦，叫我起来做歹人。真的，大家都唱得很棒，好，给大家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一鸣老师哈，所以讲吼，老师讲的吼，咱就要听好累啊，耳好累，咱就对了哈。老师先吃饭。啊，老师先吃饭哈。啊，等一下我们那个儿童组哈，儿童组大概在12:30就要开始。那如果儿童组的你有拿牌子，赶快去领你的餐盒。刚才有赞助麦当劳，是我们五地堂所赞助的，儿童组才有麦当劳啦哈。那其他的就没有哈。那儿童组一样也可以领一个餐盒哦，所以拿你的牌子去领哦哈。那我们稍作休息，等一下我们12:30
主持儿童组的比赛哦。那等一下我们长青组马上颁奖，长青组不要再走了，长青组的不要再走了哈。等一下我们马上进入颁奖阶段哦，我们现在在评分哈，分数出来以后我们就马上颁奖哦哈。来，稍作休息。